好吧，你又敢陪老弟玩游戏了。你也知道，我给老弟戒了一年网瘾了。你现在这样，不是让我努力白费吗？你等他一下试试。你作为一个父亲，你老妈，别转了。你一出来，老爸就和老弟打游戏。老妈，一家人开心就好。老妈，滚！不就一朵花吗？滚！看来我只能使用阴招了。我去，这视频里的女生也太漂亮了吧，太好看，太美了，美若天仙，真好看。这还有这么漂亮，滚！老妈，滚！我给你看看视频。老妈刚才说今天中午不让你们吃饭了。不行。老妈确定不给他们吃吗？行。这都下午了，饿了吧？刚才老妈说了，只要你们把家务做了，给你们做一份剁椒鱼头吃。滚。好。别相信他。是啊，吃完去玩评论区你福利的游戏。老爸，你们是不是又想让老妈教训你们？我们已经准备好了，滚。老妈，你一从家里出来，他们就在玩游戏是吗？对。行。老妈，你怎么还吃这一套？滚！老妈，不就一朵玫瑰花吗？为什么你每次……没办法，当我看到你爸手拿鲜花单膝跪地的那一刻，我的内心……老妈，今天的午饭我想给他们安排一下。滚！吃午饭了。不吃。老妈给你们做的西餐。吃。好。不西餐吗？稀饭的稀。不吃的话，别怪我和你们动刀动叉。老爸，吃饱了不？还想吃不？行，那该我和老妈吃了。你们俩吃饱了的话，可以去玩 Supercell 最新上线的《荒野乱斗》，上手又上头，大家都在玩。老弟，灯开着我睡不着。那就滚回你房间睡。我去把你灯关了，行吧？行。
什么台啊？老弟不好意思啊，我关错了，习惯了，我重新关，不好意思啊。我说的是你这个屏幕灯太亮了，睡不着，别关了。老弟，滚！我买了一个翡翠手镯，你看是不是真的？假的，假的，假的，怎么可能？我就证明给你看，它是真的。它在黑夜里会发光。哦，好像真是假的。老弟，怎么了？电脑烧了，开不了机了。没事儿，你可以玩我评论区领福利的游戏。哟，今晚怎么不玩游戏？哥，嗯，因为我明白了，你一直在为我好，从今以后我会努力戒掉网瘾，早睡早起，健康好身体。老弟啊，你终于领悟到了，加油！早点休息，加油！我电脑没有关机，我来给他关机。加油！加油！你怎么这么烦啊？玩一把就睡，有病啊！滚！早点睡吧，老弟。别烦我了，我赢一把我就睡。赢一把你就睡是吧？对。行。你到现在没睡吗？我说我赢一把就睡吗？我还没赢呢。赢了，你先别睡。滚！今天是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了，你看咱们带老妈出去逛逛街，给老妈买买衣服吧。刘斌呢？我一夜没睡，买个秋买。老妈，老弟要给你买球。买球？今天是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了，你看咱们带老妈出去。老妈，温柔一点。好了不，老妈？行，那咱们逛街去。走吧，老弟，没事，逛到晚上就回来了。路上你还可以玩评论区领福利的游戏。